手游酷玩。哦呀，我的天哪，这只鹦鹉看着不错耶。老板，这只鹦鹉多少钱呢？哎呀，生意不好，只要20块它就是你的了。啊，这个鹦鹉有啥特点啊？没啥特点，就是笨，教它3000句话才能会说。那它现在会点啥呢？至今我只教会它1句，谁呀？你要是能满意的话，20块钱就拿走吧。笨，好啊，省得大家都说我最笨了，给你20块钱。啊，欢迎下次光临呐。第二天，我去上学了，你在家看家吧。谁呀？还真的只会说这一句呀，真逗。过了一会儿。谁呀？收电费的。谁呀？收电费的。谁呀？收电费的。很久之后。这是谁啊？收电费的。收电费的。收电费的。教他3000句话才会说。3000句话才会说。难道这个哥们儿已经说了3000句了？收电费的。鹦鹉学舌，喜欢记得点击订阅哦，订阅哦，订阅哦。